没错，就是这颗蛋。大新闻，这颗蛋。别小看它哦，它可以把病给揉出来哦。只要放在患部上，轻轻的搓揉，直到变色就可以了。80、110跟168的价位的哦。那可疑的东西不虚。哎呀，试一下又不会怎么样。嗯，谢谢惠顾。来来来来来，马上来试试。哎、欸，你看，我好想嘞，真的变色了。我还是觉得怪怪的。反正我相信了啦。我站起来了！哎呀哎呀哎呀！拍死呀拍死！哎呀，怎么滚这么远？你们看，就是这个，不只有水泡，还很痒，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啊？唉，早就叫你去看医生，都不听。哎呀呀，这不是皮蛇吗？哇、哦，又是你这个死骗子！嗨，玛丽亚，而且一般的方法可行不通啊。你知道斩皮蛇吗？斩皮蛇？还学不乖啊？上一次不是才被骗过？哎呀呀，试一下又不会怎么样。嗯，好热，为什么要在这大太阳底下？那是因为这斩皮蛇只能在中午啊。好啦，我们快开始吧。菜刀不会要直接在肚子上？医生，他没事吧？他都免疫力下降了，还让他在大太阳底下晒，难怪会中暑嘛。这样也好，他总算去医院了。